姐这么晚来，我给你倒杯茶。不用麻烦了，我不会耽误你太久。 我听说，你把樊胜那边的业务都划到了自己的名下。我只是增加了一个审批的流程而已，姐。你在公司怎么样我都不管，但是这一次，你守卫冕也伸得太长了。抱歉啊，姐。我觉得。 管理好我们穆氏的资产，也是我的分内事，不是吗？毕竟姐跟陈白走得太近了，有的时候做一些决定，可能会被你们的私人关系所影响，而不太客观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觉得谨慎一点。 对我们大家都好。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了解陈白这个人，但是我也听说他这个人做人做事有些瑕疵。选择跟姐合作，究竟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，这也都不好说。姐，你也应该小心一点。 看到我妈今天又开心又热络的样子，我就特别开心。嗯，我们还好留下来吃饭了，要不然吵了架，以后都七无辜的走了，她肯定很难过。所以啊，多亏了我英明神武，才给你们开心相处的机会。是是是，龚大人英明神武，而且我还不用回来献给你做蛋炒饭。我怎么从你的话中听出了一丝恭维的感觉？ 我在哪儿呢？我看看。哎，为什么要删啊？我觉得挺好的。谁的电话？你爸给我打电话。真的假的？那你快接啊！挂了。挂了干嘛？哼哼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仅有你爸的电话，连阿姨的朋友圈我都有。不可能吧？我看看在哪儿呢？你给我妈什么时候加的？我看看。嗯，你好像有信息啊。 真的，我自己看。哎，你太抠门了，你给我看看，我妈给你发什么？开玩笑的，部门经理，我去回个电话。部门经理？不可能，男的女的？男的，不信你看。那我不看了，很细腻。乖。我妈什么时候跟你加的微信啊？不会是我画画吧？ 什么事？我有事想见面跟你谈谈。有什么事现在说。还是见面聊吧。我刚才说的话，不是随便说说的。明天上午，我把地址发在你手机上。说吧，关于石小念，到底什么事儿？ 龚总，先别急。你也知道，这两年我做过几次手术，很多事情上都记得模模糊糊的。我今天找龚总来，就是想了解一下，之前恩义和我们穆氏有过什么合作，之后呢，有没有再次合作的可能？
很多事情都记得模模糊糊的。你们穆家是给过恩义一笔钱，这些大家都知道了。就算你不失忆，也没有必要来问我。更何况，这些和石小念有什么关系？这些我都知道，我想问的是别的事情。穆千初，别装模作样，有什么话直接说就好。你什么意思？ 在医院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，装失忆什么的演的倒挺像。不过充其量只能骗骗像小念这样单纯的人罢了。我之所以没有当众揭穿你，是给你面子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现在又打着失忆求合作的旗号，是不是又想在小念身上动什么歪心思？好，那我也不瞒你，失不失忆的。 我都没有要跟恩义合作的意见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我想知道的是，恩义和穆氏之间过去到底有过什么恩怨？恩怨？什么意思啊？我问自然有我问的道理。如果龚总知道些什么，不妨直接告诉我。我知道在小念的事情上，我们立场不同。 但在其他的事情上，我们能达成共识也说不定。穆总，谈合作首先要有诚意。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内容分享给穆总，但穆总，你要答应我，从此远离小莲，不再涉足我们之间的感情，这样我们合作起来就没有任何分歧了。更何况，我还没有追问。 你假装失忆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难不成只是为了逃避你后来的所作所为？这么不男人吗？我假装失忆当然是为了保护小念。你可能到现在都还不知道，会带给小念危险的人根本不是我，而是你。因为别人想动的人，根本不是小念。 穆氏近几年的投资状况都清楚吗？当然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姐姐穆雪，除了当年明面上给过恩义一笔钱之外，其实还有另外一笔钱，是她私下里朋友的名义借给我哥的。你说我姐还借给公寓过一笔钱？穆千初的车祸和石小念有关。 我只想找出车祸的真相。千初只是个病人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他。我不会允许任何人再来伤我的弟弟。小老板，想什么呢？穆雪，如果是穆雪的话，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可是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想要获得什么？穆雪怎么了？ 你要找什么呀，小老板？医生，有几件事情你要好好调查一下。第一，穆雪跟我哥的关系；第二，穆氏参与恩义的隐藏原因；第三，石小念跟这些到底有什么联系？一定要查清楚。好。喂，我爸怎么样？你慢慢说。 医生怎么说？丸子，千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走吧，小念。你想去哪里，我们就去哪里。这边所有的事情，我们都不要再管了，好吗？千初，你别为难我了，我已经答应小迪了，我不能再介入你们之间的感情。你记不记得，你上回问我？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摩天轮不在了，如果有更大更漂亮的出现，我还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坐？
我想我今天应该给你这个答案了。怎么样？今天还行，算你乖。我就说没事嘛。爸，爸，爸。小欧。妈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不去医院？哎呀，他老婆病了，去什么医院呀？你爸突然觉得呼吸有些困难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会感觉呼吸困难呢？你爸呀，这些年其实一直身体都不好，血压血脂都偏高，过去一直是药物控制，这几年还加上心脏反反复复，这过去啊一直都是你哥细心留意着，定期让医生过来检查，这药啊一直随身带着，所以呀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。为什么这些都没人告诉我？小欧啊，人年纪大了，身体有点问题，有点毛病，那也是正常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的脾气，嘴硬，脾气又倔，他本来就不想麻烦你们兄弟俩，只是小玉一直细心留意着。小念，你带我来这里是为了……你看这个摩天轮，比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更大，更漂亮。如果时光永远让我们停留在那个时候，我肯定会陪你坐的。可是，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美少女战士跟木千初了。那段时光已经回不去了，以后能陪我走下去的人是宫欧，能陪我坐那个摩天轮的人也是他。是因为师弟吗？你答应师弟不介入我跟他之间的感情才这样跟我说的，对吗？小念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我跟石迪，可是你们俩已经订婚了。如果没发生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你们俩已经举办婚礼在一起了。小弟对你的，小弟对我的感情一点都不重要。我的感情只对你幼小。好了，小念。我今天不跟你说这么多，你听我的话，跟我走。我会尽快把公司的事情都处理好，然后我们就出国去。小迪也好，我姐也好，我们就都不用再管了。你姐？你别问这么多，跟我走。千珠，就算是你不接受这段时间发生来的一切，你不接受小迪，或者说你不接受现在的一切，但是我回不去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你现在喜欢的是别人，那是小念。我会慢慢让你知道，宫欧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待在他身边不会有任何好处，只会有危险。你错了。我不是喜欢他，我是很爱他。不管他会给我带来什么，不管会发生什么，我都会跟他在一起。你的意思是，哪怕是在他身边会处在危险之中，你也不在意，对吗？不在意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和他一起承担。那我也只能对不起你了，小念。
哪怕你会一直都怨我，我也不想把你扔在这样一个是非之中。跟我走。千珠，你冷静一点。你说的危险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启辰，那天晚上。喂，小丸子。石小念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你在哪儿呢呀？你声说公公他爸爸出事了。什么？我这就回去。小念，你不要自责，我和你爸都知道你的压力有多大。其实自从你哥走了之后，你爸嘴上不说，但是我了解，他为了这个事情心里难受得很。当然，也不仅仅是为了你哥的事儿，还有你呀。你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儿子，我们也很担心你的。我知道，现在让你跟我们回英国生活发展，那是不现实的，因为你还要操心公司的事情。所幸现在公司都已经稳妥了，这一关总算是挺过去了。爸，这次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应该是心脏的问题，吃了药已经缓和很多了。不行，他要带我爸去医院。去什么医院呀？不去不去，你赶紧去忙你自己的。去医院检查一下吧，很方便的。我说了不用，我自己的身体自己不知道吗？那我去联系在英国的家庭医生，让他回国。需要联系医生，我自己会联系，不用你。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公叔叔生病了，公公还要跟他起争执？什么病？严重吗？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病啊。小老板说要带老爷子去医院，老爷子反应特别激烈，死活都不去。哎，不过也难怪老爷子生气，这以前大老板在的时候，这些事儿全是大老板操心，小老板从来没管过。大老板走了以后，小老板这方面疏忽了。那也不能赌气不去看病啊。说了就是啊，这一家子人都别别扭扭的，所以我是说让你过去劝劝嘛。现在小老板也就最听你的话了。那快点开吧，咱们赶紧回去。爸，你别这样。你这样，我和我妈会多担心你啊！你赶紧走。你不担心的时候，我不是也是好好的吗？你呀，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，比什么都强。随便你怎么说吧，啊！我现在扶你去医院。哎，你别动啊！你赶索把他带走，别让他在这惹我生气。快去吧，去吧，去。小欧啊，咱不急于一时。先让爸爸好好休息。哎，小欧，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难得小欧这么关心你吗？你看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怎么来了？伯父不是生病了吗？你这……哎，伯父，小念来了。伯父，伯母好，过去坐吧。啊，去坐吧。快走啊！伯父，我听说您病了，赶紧过来看看您。怎么样，好点了没有啊？没事。小念，喝水。哎，谢谢伯母。看您这气色就知道您没事儿，还是平时身体底子打得好。我爸就不行。跟您比差远了。说这些干嘛？我是因为自己的一点事儿，跟我父母说话都有点尴尬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跟伯父伯母有没有什么芥蒂？干嘛一直板着脸？过来坐。不去。哎，伯父，姑姑这脾气就这样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们聊吧。
小聂啊，你伯父这脾气啊，跟他一样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伯母，要不然这样你看行吗？伯父他这个情况，我们还是紧贴一点好。他如果不去看医生，咱们就找一个医生请回家来看。如果需要吃药治疗，我和小欧随时可以过来帮忙。谢谢你。我已经联系了英国那边的家庭医生，他今晚就飞回来。哎，你怎么说呀？你都有这种安排，那你平时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呀？哎呀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不要请什么医生。伯父，小病需求医，我觉得您还是看一下医生比较好，这样伯母也更放心。公公还有公公，他也更放心，是不是？你们啊，要是真的不放心，公公啊，干脆我跟你妈到你们那儿去住。啊？我们搬过去？这公公工作不也挺忙的吗？哎呀，他忙他的，小店的工作室不就在旁边吗？他不是经常在家吗？我要是方便的话，我跟你阿姨啊愿意搬过去，人多热闹。好啊，我没意见，只要你答应我去看医生，我怎么样都行。那个，有什么事你在里面说不行吗？什么情况呀？你爸妈如果住进来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一起捉弄我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像吗？什么时候都是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看得出来呀？这次真的不是啊。况且你之前不是说过吗？只要我爸妈需要照顾，你随时都会出现。现在机会来了，你不是要反悔吧？可是真住到一起，万一捅出什么娄子怎么办呀？算了，还是我搬出去住。反正迟早都会在一起住的，你就当是提前体验。你就这么不想跟我爸妈住在一起啊？我觉得没什么。不是不是，我是紧张。我这个人你也知道，万一他们有一天突然严肃着一张脸对你说：“公欧，以后不许再跟石小念住在一起了，听到没有？”那怎么办呀？那就只好听他们的吧，毕竟爸妈的话还是要听的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是不是编故事把脑洞都编大了，把自己想象成陷入豪门恩怨的贵妇？想太多了吧？不是我想的多，那电视剧剧情都是这么发展的，小说也都这么写呀。不过如果你爸妈真的搬进来，那倒也是个好事儿，方便咱们照顾。不过你爸没事吧？怎么突然就病了？刚才米生跟我说的时候吓坏我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爸的性格特别倔，他一直不愿意看医生，也怪我太疏忽了。这么长的时间里，我一直没有关注他们的身体，所以一会儿我去机场把医生接过来。这一次不管他愿不愿意看，我一定要对他之前的身体有所了解。老人家这脾气有时候是挺奇怪的，所以这次你要好好的看紧他，照顾好他。算是我拜托你了。好吧，好吧。跟我爸妈住在一起，没关系吧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们肯定不会受委屈，也不会生气。你呢，医生那边一定要抓紧，病情再拖就不好了。放心吧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难道你真的想搬过去跟他们住啊？你不是一直想了解小欧这个女朋友到底怎么样吗？多好一个机会呀！是啊，了解归了解，是个好机会。你知道我担心什么？你跟小欧。放心，不会的。见不着你就想，一见着俩父子就掐，我被你们俩父子弄得累死了。石小姐不愿意跟您走吗？怪我，这段时间要不是因为我，事情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穆总，您别想太多，一定还有我们没发现的地方。我姐跟恩义之间的关系，难道就只是公开投资和私下投资这么简单吗？那时候恩义才刚刚开始创业，
即便师姐再有眼光，也不应该把全部的本钱都投进去。如果只是商业合作和竞争关系的话，他为什么要派自己的助理跟踪小宁和宫傲去我们约定的地方？对了，还有那个漫画，我姐办公室的抽屉里一直放着小宁的漫画，看起来又很重要。难道他只是为了威胁师弟吗？他如果想威胁师弟的话，并不需要有这么个证物。那他……千楚，你给我发信息我就往回赶了，路上太堵了。千楚，你渴不渴呀？我去给你倒点水。不用了，你坐吧，我有话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小念的那本漫画，你有没有？是小念，是小念的漫画。千楚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聊别的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之前小念画过的我跟他那本漫画，你有没有？我要看。千楚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我对你没什么感情，但是小念劝过我说，你这么做是因为你对我有感情，所以我努力让我自己不讨厌你。但是我们之间也不可能是别的关系，你懂吗？你一定要这么跟我说话。你是个女孩子，我也不想太伤害你。到此为止吧。你要那本漫画做什么？这个我不需要告诉你，那本来就是属于我和小念之间的东西。我那只有复印件，我过两天给你寄去公司。好。还有，这件事情你就不用跟我姐汇报了。你跟他之间的事，我暂时不跟你计较。你好自为之。千楚，我求你不要走。我知道我做错了好多事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但是我只想陪在你身边。然后你让我陪在你身边，我以后都听你的了，好不好？你说，不要再说那么绝情的话了。
这个好看。我喜欢这房子。哎，伯父伯母，吃桃，吃苹果。哎，你们吃哪个？你吃，我们哪个都不吃。放下吧，小念，谢谢谢谢啊。嗯，那不吃水果的话，喝茶吧。哎，我给你们倒点茶。啊，你伯父血糖低，不太适合喝茶。你喝，你喝。那我也不喝了。你看多好看。哎，伯母，你去哪儿？小念呐，其实你不用这么拘谨，你不用管我们的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自由一点啊，自由一点。啊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小念，就放回我们房间好了。啊，嗯，这是他们的工作，你就不要掺和，不要忙了。啊，伯母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上厕所。厕所在那边。我告诉你，其实那边也有。哦。哎，嗯，这是。伯父，这花我给您放哪？先你先放这儿吧。好，嗯，那我去搬别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哎，别敲！哦，对不起，伯父。水浇都是要死的，我不知道不能浇这会儿。哎，李医生，李医生，龚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哥哥出事的时候，我因为有重要的手术，没及时赶回来悼您。没关系，李医生，最近我爸爸的身体有点不太好。您父亲多年来疾病缠身，一直在用药物控制。至于具体的，等我看了之后再跟您说吧。好，可能就是一些老毛病了，我们先过去吧。走。进。我走了，这是从剧组寄来的快递。寄来的时候没给别人看见吧？没有，石迪小姐很小心。快递员在门口就给我打电话了，没有送到前面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美少女战士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美少女战士，谢谢你陪我。没关系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曾经是最温暖的依靠。从来没见过哪个女生这么喜欢吃烤鸡皮。烤鸡皮怎么了？烤鸡皮很香啊。美少女，等我治好我的眼睛之后，我要在这里给你盖一间吸光小屋，我就让你在这间小屋里面画自己喜欢画的东西。那当然好了，你一定要治好你的眼睛，然后陪我看真正的落日。最后发现还是无处可逃，再也找不到。都装进了水晶球里，然后我们就永远都会像现在这样，永远都不会变老。可是我不想像现在这样，我连保护你的资格都没有。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直到有一
们却试图努力的微笑。你冷吗？想要把所有回忆藏好。好温暖啊。最后发现还是无处可逃。对不起啊，小念，是我没能保护好你。对不起，乔雅，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。我有我的信仰，你有你自己执着的东西，最终我们还是会分道扬镳。雷云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愿意支持你。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你去哪里，我可以跟你去哪里。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只是想要我们的一个将来，是不是在你心里？不管我多努力，都比不上你心里的那个他。痛过以后才会知道，还是禁不住的想要。你的好爱太多太煎熬，让人只想逃，每个人都要懂得放掉。那么多无奈的骄傲，想要的却找不到。再也还是禁不住的想要。